小九，美国同性恋婚姻都合法了，我们什么时候也去领个证呢？啊，领证干嘛？还要去国外那么麻烦，不领证我们也能乱搞啊。啊，张嘴。领一个不是更好吗？啊，不领你就不爱我了吗？领不领我都爱你。欢迎收听全一期现代耽美广播剧《我们领证吧》，本剧由祸害一千年社团出品。应该是快递到了，刚才给我打过电话。工科男，你买的晾衣架到了，过来自己组装。知道，就没指望你装。哟哟哟，我今儿个还就敢装了，你一边待着去。那您请。啊塞，这种架子不是挺简单的吗？先固定这三个支架和上面的板子，再安装中间的杠杆，最后是下边的板子和转轮，不就是几个螺丝的事儿吗？一拧就好了。哎呀，怎么你这个部件不精确啊？螺母有一个对不上。差多少？我看看。喏，就差这一点，最后这个不能完全对上。你拆我的干嘛？不拆怎么装？我都要看看你怎么装。哎呦，我操！你是怎么把这个给对上的？这东西是没那么精准，有松动的空间。你先把螺母固定上，别拧太紧。等把所有螺母都对上之后，再拧紧不就行了？哈？你在逗我吗？是，逗你的。我人品比你好，所以拧上了。切，人品好用来拧螺丝啊？你自己慢慢装去吧，人品差的要出去吃东西了。我错了，我人品差所以拧螺丝，人品好的分我点东西吃呗。干完活才有肉吃啊，这样才能有劲干活啊。吃什么吃啊你？去买点儿，一会儿就该检票了。不是可乐爆米花标配吗？我还炸鸡啤酒呢，我不想喝可乐，你喝什么快说。你看着买吧，和你买一样的就行。哦，你先进去吧。哎，我买了奶茶和爆米花，拿着你的。是永远都关不住的。嗯，怎么？因为他们属于天。拉手。又不是爱情片。喂，我说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？看电影不就是出来约会的吗？看什么又不影响拉手？下次我们去看恐怖片吧。你确定？上次在家看恐怖片，你把水洒了一沙发。在电影院看，我怕你出去以后裤子都湿了。你才吓尿了。我是说奶茶洒在裤子上，你想什么呢？哼，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。晚上的我坐过站了，哭。我正想问你到哪里了，准备去车站接你。哎，我就小眯一会儿，一睁眼就发现到站了，火车刚关上门就开走了，大哭。所以你现在还在火车上，眼睁睁看着火车越走越远。
你还笑，哼！谁让你那么笨？下一站几点？到哪里？哎呀，还要坐40多分钟。我刚查了一下停靠站的信息，截图给你发过去。晚上10点多到站还有车吗？我要怎么回去啊？很乖，你先刷个微博什么的，别再睡了啊！我现在开车去接你。靠，摔！这谁还睡得着啊？你明天还要上班，别过来了，我自己找车就行。到站赶紧下车，待在候车室，哪儿也别去。没事，我一个大男人还会丢了不成？火车到站只停3分钟，这么个小站，我怕你个路痴找不着车，再把自己给弄丢了。小看我，哼！听话，我要开车了，有事再给我打电话。唉，火车40多分钟，开车要走多久呢？不走铁轨，应该也不会差太远吧。前方到站，停靠时间3分钟，请到站的乘客带好行李，抓紧时间准备下车。你好，请问汽车站离这里远吗？汽车站啊，据附近县市上的话，这个点一般不会发车了，长途客车的话得去东站，不过这会儿早就没公交了，你看看找辆出租车吧，大概20分钟就到了。去市里居然也不发车啊，什么破地方啊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果然这么小个站啊，西巴，小些人就是不方便，还是等着看吧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哪里了。喂，你到哪里了？我到了，就在售票大厅。你在哪？啊，我马上出去。哎，我在这儿。等急了，快上车吧。你居然能找着地儿，以前是来过这吗？以前坐火车路过这个站，不过没下去过，一路上开着导航，还好地图靠谱。啊，我在附近找一家旅馆，将就一晚上就行。那我这一晚上都睡不安稳了，又不是太远，还不如过来接你。哎，你说，我多坐这一站，他居然没有检查票，也没有让我补票。哎，这不是重点好吗？有这么一个人在身边，真好。阿九，今天外面好热啊。有30多度。家里有什么喝的没了？没了。那我再出去买点。哎，等一下，冰箱里面有半块西瓜，今天刚买的。那我就先不出。你吃吗？哎，你先吃吧，别管我，这一局马上就要通关了。你怎么把西瓜吃成这个样子啊？干嘛留着中间不吃？中间是给你留的，那块比较甜，赶紧吃吧，不冰了。真是的，吃个西瓜也这么计较。
你也会对别人这么好吗？哎，你啥时候去向老板请个假呗？干嘛？我们去英国领个证吧。什么证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去领个证吧。工科男，你买了晾衣站的，呸！哎呦，这个剧本最后后面还有什么？此处留给严小舟的彩蛋环节，没有就算了，怎么可能没有呢？就是我这种自带花絮的男人，对不对？戏这么足。好，继续。啊，不领证就不爱我了吗？工科男，你买的晾衣站到了？哎，怎么老是口误啊？不就是几个陀螺丝的事儿吗？陀螺丝是什么鬼？